不记得呀，我记得牢着呢。那就给你林毅打电话，他是大官儿。林一，他们一家人都移民到美国去了，早就联络不上了。要是李才他妈在就好了。我在。妈，你要不要上个厕所啊？我不上，喝水，喝水。不喝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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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那我就先去忙一下，啊，山红在这陪你，我忙完我再回来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店里。停一天吧。昨天停一天已经停出事来了，今天不能再停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卖猪蹄儿是正事儿。你早就想走。店里的规矩，您比谁都清楚，没这个规矩到不了今天的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也累了。要走你们就都走，我这儿不需要人。我去去就回啊。师傅啊，咱尽量快点吧。好嘞。点滴呢？哦，那您就再憋会儿。我都憋了一大会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盆儿，盆儿，尿盆在床底下呢。什么盆？妈，我笨手笨脚的，我怕那盆儿我弄不好。哦，这样，我去找护士，让他把您这点滴给您拔了啊！您等着。我要尿尿，怎么了？上厕所憋不住了，我要尿尿，尿尿。有盆吗？在床底下，在床下。阿姨，这是您儿媳妇还是您闺女啊？哎呦，我可没这福气，不是我闺女，也不是我儿媳妇，是我邻居。是我没这个福气。
你乐着呢。你别乐，像你好几回。哎，给我打你狗。啊摔的，爸，您得对这事负责。不是我要负责，是他要负责。还有你，写份检讨给我。